刚才滋溜滋溜的是王小倩吧？是王小倩来找小美丽呢。哎呀妈呀，还找小美丽儿？要我说这孩子就傻，缺心眼儿，不会来事儿的玩意儿。今儿啥日子？双十一，还来找小美丽儿？我要是他，我早把小美丽儿的购物车给清空了。是。老公，哎，把银行卡给我，我绑定一下。行。要有钱的卡还是没钱的卡？别废话，当然是有钱的卡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停电？为什么停电？太好了，好什么好？停电了，咱回去睡觉了。睡什么觉？今儿什么日子睡觉？你怎么能睡着觉了呢？二姑姑，拉完了，拉完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拉完了？啊，那个王小倩刚才拉肚子，刚才到咱家来就是要一片药，我给她了，是不是止住了？好了，好了，王小倩啊，俺家停电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？不，全市都停电。对，你当我傻吗？对面咋没停了？对面楼建厂，我不知道搁哪啊。去，少说话，没事，我给物业打个电话。对，老公，你快点打，你问问啊，要不来不及了。好嘞。怎么停电了呢？祈祷一下，赶紧来电吧，赶紧来电吧，赶紧来电。妈呀，来电了，哎呀我的妈，老天有眼，继续。哎呀，你虎啊，你这时候推什么电闸？我都没出屋。谁推的？我哪知道啊。我推的。我爸爸。爸，你几点来了呢？我是什么，在你家来的路上嘛，完了我看你家电闸下边有个贼眉鼠眼的人在那溜来溜去，完了我估计这电闸他拉的，我也没管这事儿，完我就给推上了。啊，我说我们家今儿停电这么奇怪呢，谁呀这么讨厌？是谁那么缺德？谁这么缺德让我知道，我一脚踢死他。踢死他？我想一脚踢死你。你别在那装，刚才看那背影那就是你，是不是你？不是。是不是那个王小倩儿？拉你家电闸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我拉的，是二姑让我拉的。爸，听见了吗？是钱胜峰拉的。钱胜峰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，刚才啊，我们家灯泡坏了啊，我换灯泡怕电着，所以说让王倩把那个电闸拉来。哦，换灯泡。爸，别听这扯啊！我再提醒你们一遍，别再跟我玩什么拉电闸的事儿，一会儿要再停电，我踢死你们。二敏啊，我踢死你们的，你们里包括我吗？哪敢有您呢。谢谢啊。别客气，爸爸。哎哎哎，水果啊，给二敏洗一下，然后给他吃啊。我得赶紧走了。不是爸，刚来咋走呢？我得去你黄小娟阿姨家一趟啊。哦，行，你忙的话就别回来了啊。捣乱吗你？不是二姑父。哎，拉电闸失败了，接下来咋办呢？有了。哎，这个抢购的时候，这个 4G 是不是不如 WiFi？ 对呀。 WiFi 的话是不是得有猫？对呀。如果没有猫的话是不是就没有网络了？二姑父，你的脑袋也比我聪明多了。王小倩，你就没脑子啊。拆。对对，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今天就让他抢购不成，我给他拆了，藏起来，快藏着。好嘞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，这怎么网还上不去了呢？这怎么跟人家抢啊？不知道呢。那个你过一点之后你再试试。哎呦，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呀。我俺家猫呢？啊呀，坏了，咱家猫被盗了。我手机的2G我怎么跟人家抢啊？是猫呢，被盗了。哎，你别跟我俩装，是不是你怕我上网买东西你把猫又藏起来了？媳妇儿啊，我对天发誓，天打五雷轰。啊，倩儿，是不是你？二姑父，是不是我呀？
不是你，不是你。那是谁？那是谁？那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！哎呀，我告诉你俩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俩在这掰扯了啊！哎、你等我找着猫的，你看我咋收拾你俩！哎呀，爸，你咋又回来了呢？忘了个事儿啊！我答应你黄姨，给她拿几本杂志，她晚上睡不着觉，完了看会儿书就睡着了。哦，赶紧拿吧。啊，行。哎呀，你这一趟一趟。二米啊！啊，你找啥玩意儿呢？我找猫呢。你们家什么时候养猫了？养猫啊？啥是猫啊？猫就啥是那个白色的，完了上面都是窟窿眼，一闪一闪，四个耳朵那个。白色的，有窟窿眼，一闪一闪，四个耳朵的，这是啥猫啊？哎呀，爸，这你咋还不知道呢？以前俩耳朵，后来出三个耳朵的。俺家里比较高级，四个耳朵的吗？能穿墙。猫还能穿墙？哎呀，不是，神通广大这猫。别听他的，这是路由器。什么？路由器？谁叫路由器？给我站出来！哎，什么玩意儿？不是，不是，啊，没人叫路由器，上网用的，发射信号的。啊，我明白了，大名路由器，小名叫猫，是吧？啊，完了还有个挺洋气的名叫 WiFi， 对不对？就这玩意儿。是，别以为我岁数大，人不懂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赶紧找杂志，快点吧。我赶紧找，在这。二米啊，这啥玩意儿啊？是我们家的猫，这就叫猫啊？啊，它为啥不叫狗呢？我哪知道？哎呀，这钱顺风，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怎么回事？真不是我干的，我跟你说，天打五雷轰。王小倩，你给我藏的挺深，挺深，挺深的呀！二胡让我藏的，哈！我告诉你，你俩就没一个好东西。我现在我没有时间了啊，你等我抢完东西的，你看我咋收拾你俩。我手机呢？我手机。钱正芳，王倩，别赖我，跟我没关系。天打五雷轰！天打五雷轰！爸爸，不可能是你，来，把手机给我来。我手机里没钱。拿来。啊。我就不信我找不着我手机啊！行，别吵吵，我来电话了。喂喂，谁呀？二美丽，有事吗？有事儿。啥事儿？手机啥时候还我？我看看啊，我撂了电话就还你啊。爸爸，别打五雷轰，一直打俩。钱志芳，哎，你跟我说，哎，二米手机是不是你偷偷放我兜里的？我放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放你兜里，他不敢踢你。有道理啊。哎呀，有道理。爸爸，你看你儿子多坏呀，一会儿拉电闸。一会儿藏包，一会儿又藏我手机，他就是不想让我上网买东西的。钱志芳，哎，你站了，哎，你站，上起，劈叉啊，爸呀，站。一个女人上网买点东西怎么了？啊？为什么呢？一会儿拉电闸，一会儿藏手机，还有藏包的，什么意思？爸爸，爸呀。今天是双十一，每年的今天，你儿媳妇就要开启剁手模式，疯狂购物啊！就拿去年来说吧，双十一那天，她买了40个炒锅，25个拖把，根本就用不了啊，新的就给扔了。爸呀，咱现在日子是好了，但咱不能浪费呀、啊。所以说，我就想今天这个双十一，我把闸给她拉了。我让他疯狂够不成，儿子，哎，老爸支持你，停吧停吧，有必要那么煽情吗？二美啊，这没点音乐还真说咋的，造型这么一致呢？啊，好像我犯了多大错误了似的。来来来，钱顺风，你看我手机，看我购物车里边我买啥了。肯定是都爆炸了。哎，今天咋就买了一部手机呢？我就买了一部手机啊。
那也不能买啊，你都有两部手机了，你买这玩意儿干啥？就是啊，别说话，别说话，你起来。爸，你看这手机好看不？好看。给您买的。啊？不是，爸有手机，怎么还给我买手机啊？爸，你那是老年机，而且用了那么多年了，啥功能也没有。你看这手机功能特别多，你平时在家一人的时候，我们要担心你的话，可以给你发一个视频；你要想你大孙子的时候，也可以跟我们视频，多好啊！啊，好孩子，但是手机太贵了，真不应该买。那听你的，不买是不行的。那买。多孝顺的孩子、嗯、啊，这主意太好了。我想大孙子的时候，我用视频的方式，我看看我大孙子现在干啥呢，对不对？你记住啊，不是看你们俩、哦、你我基本都看烦了，更别提看你，看你我基本都要吐了。你过来过来过来，去一边去。儿子，哎，你这媳妇多好啊。是多好，有这么好的儿媳妇，不得有这么好的儿子带吗？起来，拉倒吧！看你媳妇用你带呀，真是的。是我错了，哎、媳妇儿。嗯，我为王小倩今天的所作所为向你道歉。哎，二姑父，